球看日出，早餐快飘起来了，日出这样子超美。那个是学你们的，那是一楼的，哎，很惊险呢！全世界最大的古代神庙修建了1900多年，现在是不是也中计了？早安，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，接个任务。天都还没亮，我们要去坐热气球看日出。啊，好期待哦！有车来等我们了。有人在睡觉。是我5点叫他。Hello, is it for the air balloon? Thank you very much. 敲醒人家。是保姆车哎、欸，那种是订最高级的。Morning.现在是5:45，然后他请我们下车在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，已经等了快50分钟了，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超多人要来搭热气球，一群人经过一个小村庄，应该看得到日出吧？希望啦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来一间房子？该不会又是礼品店吧？发疯哎！还是合作的热气球上升地，还是是那个、啊、观赏热气球。我们误会了，坐热气球啊，只是路过，穿过一间民房，到下一层。哇，好漂亮的景哎！哇，已经开始亮了，热气球正在充气中。怎么办？我的晨间便意来了。我也是，我要想大便哦。这我要准备上学怎么办？他们有厕所吗？有小朋友围上来卖东西。推销。这边搭热气球的价格呢，我们刚开始是谈50块美金，换我们谈到30块，大概是这个价格没拿。听说有更贵的哎、欸，旅行社的话，我们是自己找的啦。Always remember we land with the long。吹电风扇。很冷，现在早上很冷。准备上去了，很热其实。对啊，再爬进去了。他准备升空了，飘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上升了，慢慢的。一颗广州热气球在那边，哇，飞好远，日出这样子超美的，很漂亮哎、欸。要准备降落了 ，landing。十八岁，抖音的，抖音的，那个是学你们，那是学我们。我们交到一群中国大妈朋友，对啊，聊得很开心。明天还去吃个早餐，我要准备上传影片。我们热气球玩回来吃早餐，这样子一个人150埃镑，天哪，超便宜耶！超大，应该算下来不到100块。那还有附饮料，今天要换搭这个小船渡，体验看看。40埃镑，杀价后原本50，其实
蛮有情调的耶。对啦，哎，装饰很可爱。这个是他们的娱乐中心的，他的这艘船叫 Titanic， 我害怕了我。他们知道 Titanic 是什么意思吗？有点触眉头哎。哇，尼罗河畔好美哦，波光粼粼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要直接这样子跨过另外一艘船哇！哎、欸，很惊险呢。好的，我们要退房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陆客所。前两天我们有带大家看西边的陵墓，接下来带大家去东岸看必看的两个神庙。走，我们现在要渡尼罗河。等一下也太客难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怎么上船？他搬木头让我们上去吗？哦，是这个。好远是。很辛苦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心里超重哎、欸。哦，出发！一早的尼罗河很美、欸，有点雾雾的，像海市蜃楼。那因为我们赶时间，我们就搭海上计程车。平常我们是搭海上巴士，七斤渡轮，一个人只要10块钱。他刚刚跟我喊两个人$5，然后我们就要走掉，他说 OK， how much？ 他就说两个人100磅，他就好，来来来，这样子。埃及要杀价，到东岸了。下一站呢是陆克索，除了帝王谷之外，一定要来的是卡奈克神庙。有人很想买帽子，哎、欸，这只要100块，哎，我觉得看起来怎么样？就没有很适合，好像还行哎。好了好了，跟他买跟他买，看他这么热情的份上。好的，买好票了，这边一张票呢是450埃镑。卡奈克神庙呢是底比斯最古老的神庙，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古代神庙。它的占地面积呢136个足球场这么大，136。很像那个吗？环球影城。对啊，很像入园呢、欸。我们走进去看多大？我觉得你很幸运，大家看影片也幸运，不用花钱请导游哎、欸。我在这边介绍，而且还是讲最棒的繁体中文，都听得懂。这边的导游中文都有口音，他们要卷舌的。这个神庙，这间神庙呢是献给太阳神阿蒙。那我们最先看到这个是公羊之路，每一个公羊呢都是阿蒙的化身，然后他们的手中间呢都有法老神像这样。很壮观哎、欸，这个大门很像什么电影场景、科幻片才有的。这个神庙最特别的是呢，它是陆陆续续修建了1900多年，就很像西班牙那教堂一样，就是盖很久这样子。1900多年，世界帝国在盖世界奇观一样，然后盖完就赢了。对，盖就赢了。对，这是埃及的世界奇观，可是他们没有盖完。我觉得卡奈克要来哎、欸，以前到底怎么把这些石头砌起来，然后刻得那么精美，而且真的很大，感觉可以逛一整天。这边真的可以逛一整天，最少要2个小时。接下来最重要来了，这边。是神殿中间的石柱群，这边总共伫立了134根巨型石柱，然后每一个上面都这样子精美的雕刻，这个真的是太壮观了，我有点泛泪了。其实这边一定要进来，进来看看，拍照片都非常值得。他们到底是怎么堆叠上去的、啊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很震撼，我是被震折到的那种心情。古埃及文明到底是怎样的盛世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好想回去看看哦。流传在3-4多年前，最后这样灭亡，遗留下来这么。壮阔的遗迹，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厉害的文明遗迹了。真的，卡奈克神殿真的一定要排进行程里面，叹为观止。真的是叹为观止，这边很适合拍婚纱。我们刚刚拍了几组很好看的照片给大家看。这边怎么拍随便都美，到处都要合照。我视野好广哦，到非洲哎、欸。接下来呢，这两个方尖碑呢是埃及里面最高的方尖碑，你知道是谁下令盖的吗？哈斯普苏女王啊，这是昨天去过的。对对对。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是在圣湖旁边的一个圣甲虫石雕，它有一个小秘密，听说呢逆时针绕着它七圈，请你想的愿望就会实现。好啦，看影片看到这个，大家平安健康赚大钱好不好？仪式要开始了，愿望会实现的吧？帮我点个赞，谢谢。哎，叔叔，我刚刚开始绕，大家就跟着绕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本来就知道了啦。是吗？我以为是我的。不然会跟着绕、啊。这个有需要还愿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圣甲虫是很大爱仁慈、哦。所有的观光景点都6点开门，请大家6-7点到现场好吗？不然就会像。我晒太黑了都没有跟我合照，大家都要跟内内合照。来陆克索呢，还有一个必访是这个陆克索神庙，它跟卡奈克神庙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卡奈克神庙是献给太阳神阿蒙，这个呢比较像是法老加冕仪式的场所，有点像是比较巩固王权的仪式场所。哦，好的，一张全票的话呢是400埃及镑。它入口这样子6座大石像，很。
壮观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科幻片场景哦。这个神庙呢，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时候修建，在他统治时期呢，埃及不管是对内啊、对外啊，都达到一个盛世，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法老。然后他爸爸来头也不小，狮身人面像前面不是有个石碑吗？祭梦碑吗？那就是他爸爸用的，他们一家都是很厉害的法老。哇哇，以前法老要登位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哇。你刚刚在模仿一些乐器啊，或是祭祀隆重的音乐的感觉吗？有有有。好，一进来这边神庙的空间也好壮观哦。OK， Good luck。这应该是这边的甲虫雕像这样的意思，这边都被摸到黑黑的。OK， 好，这边有一个 Good luck。那带我们来要给小费吗？他、okay. 要小费。好了好了，给他小费。OK OK。米娅走到埃及还是米娅？台湾。From Taiwan。Taiwan number one。Yeah, happy be, happy be。他拿小费，他来 happy be 呀。其他人是不是也中计了？对，中计了。这个符号通常是法老会拿在右手，它叫做安卡，也叫做生命之钥，它是象征了生命的意思。他说大家在摸它，然后再翻过来。Good luck， 这不确定啊。但是这符号历史非常久远，然后来源也不清楚，但是在古埃及非常常使用。所以不是幸运之钥了？对他们而言，生命也是一种恩赐啊，这种祝福，很崇尚的那种符号。你看这边也有，就像我说的，法老都拿在右手。好啦，历史课大家可以去上个厕所吧，那五分钟后回来。这个雕刻的好漂亮哦，这一座是黑色的花岗岩，好霸气哦。看到这边的朋友有福喽，我们要来抽出纪念品。我们后来买一买看一看，还是觉得索菲特东宫前面这个纪念品店价格比较公道。对啊，大家只要卢克索发现比较便宜的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送的好不好？开瓶器，我要法老的，法老的好，随机哦，没有选的哦，抽五个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一集留言中文包含卢克索，我们会从留言里面抽出五个，这是现代生命之钥啊！某些人的生命之钥。好的，内裤买起来，留言抽起来。下一集呢，我们要搭尼罗河的游轮，一路再继续往下往南 yeah, 去阿斯旺。我们下一集会开箱游轮，然后再看值不值得，好不好玩。下一集锁定起来，不能给大家看，游轮在那里，不能先遮住。我们已经在河边了，耶、yeah. ，走。